给了我怕光的眼瞳失落，是亮的是暖的我只能仅凭直觉揣测。爱情是如雨造化我，情似山执着，我不为这世间众生如何待我，冲破挣脱何以变成些善恶，此路片刻碎落，以爱问伤愈合，我的存在不会因情节而予以残破。这是何地？这里是核心镇水石所在，灵气最盛，可以借此护住他的一丝心脉。那就拜托你了。镇水神石在上，我漠河水族今日遭此劫难，是桑九之过。丧九心头之恨，非血债血偿，不可磨灭。只要能手刃仇敌，丧九甘愿堕魔。哪怕报仇身死，哪怕魂飞魄散。已无怨尤。镇水剑，随我一道杀入神域。剐了天欢，为何心中忽然如此不安？不行，炼化之法凶险，须得静心施法，不能功亏一篑。怎么愁眉苦脸的？玄奘宫里的青鸟仙子前几日被卸了职，离开赏金神域了。原来是害了相思病。不过我听说，最近好几座宫殿的仙娥都被换成了腾蛇一族的，说是天欢圣女的意思。如今诸神陨落，只怕上清神域不再是过去的上清神域。怎么又是你这个小精怪？
贵客到此，有失远迎。天欢人在何处？请随我来。圣女开恩啊，我们也是辛辛苦苦的修炼了好几千年，才觅得机缘进了上清神域，求圣女不要赶我们走。我当然知道你们修行不容易了，不过这也怪不得我，要怪啊就怪桑九吧。此事与桑夫人何干？因为你们伺候过他，所以我现在看到你们就觉得厌烦。怎么样，这个理由足够了吧？若我不走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是随明夜战神来到玉清宫的，想来明夜神君也是玉清宫的主人，若圣女非要赶我走，那就当着他的面分辨个明白。你拿明夜威胁我？从前的十二神明皆在之时，上清神域也不是谁都能独断专行、狐假虎威的地方，凡事都要讲个公道。小小花仙也敢冒犯我？圣女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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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！圣女，莫和桑九求见，说是想向圣女亲自赔罪。唉，还未对他动手，倒是自投罗网来了。桑九，你不觉得现在才来和我赔罪，已经晚了吗？不对，天欢，我来这里是为了要你的命。肮脏下贱的榜妖，可惜了，圣女，你今日注定要死在我这个肮脏下贱的棒妖手。
时机已至。桑九，我很快就可以为你重塑仙髓了。神君，神君，神君救命啊！刚刚有个魔女杀进了上清神域。魔女？她抓走了天欢圣女，往东南方泉水处去了。桑九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入魔了。明夜，你终于来救我了，他抽走了我的仙髓，救我。桑九，若你还能听见我说什么，就把天幻的仙髓放下，到我这里来。放下，桑九。先救人。是。桑九，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？为何入魔？事情就是如此，神君，绿萼死的实在是冤屈啊。放心，我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。先起来吧，你们今日受了惊吓，先回去好好休养。谢神君。漠河当真已被屠戮殆尽了。就算是被裹挟逼迫，可你们身为上清神域的天将，怎可如此奴颜婢膝，助纣为虐。神君，我们知错了，我们都是受了天欢的蒙蔽。那日从漠河回来后，我们就一直觉得良心不安，还望神君看在我们为神域效命多年的份上，功过相抵，从轻发落，饶了我们。你们几人废去修为，打入地牢，等候发落。滚，带走。是。敢问药王，桑九如今的情形应当如何医治？我总不能一直用弱水绳索捆着他吧。
入魔多是因心绪激荡，道心不稳所致，桑夫人全族尽灭，痛苦难当，因此堕魔。心病当以心药来医。心药？这谈何容易？我去看看他。且慢，神君若此刻现身，恐怕又会勾起桑夫人心底悲痛，会使她继续沉沦魔道。不如暂时让她独处，以神域纯清之气消解些许魔气，每日送些化浊生清的膳食汤药，待她心绪平复再相见为妙。神君，虽说此事因天欢而起，但桑九堕魔，今日闯我天门，杀伤我天兵天将也是事实，上清神域自有法度，神君万不可偏私心软啊。是啊，神君，上清神域从来就与妖魔势不两立，否则与神他们的牺牲又有何意义呢？桑九，你想没想过，明夜多年与魔族不共戴天，他众多至亲至爱的袍泽都死于魔族之手，你如今入了魔，他可会容你？我已经无法回头。神君，天欢圣女已经醒了，她失了仙髓，又浸在兑了弱水的泉水中许久，正在大哭大闹。她认罪了没有？认了，这是供述。天欢还恳求说，他自知罪孽深重，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想再见你一面。你去告诉天欢，他悖逆正道，已与妖魔无异，是更甚于妖魔，我与他已无话可说。待他背出雷行，魂飞魄散之时，我会亲往监刑。如何？圣女放心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通知了族中长老，他们很快就能见到明夜神君了。献上这样的至宝，诸位长老希望从我这里换取什么呢？请神君宽恕天欢的性命，这冰晶就能助桑夫人族人重生。天欢虽然犯下弥天大错，但她毕竟是我族圣女，请神君念在腾蛇族过往的功绩，饶她性命，并为她重塑仙髓，再将她驱逐出上清神域便是。我腾蛇一族保证，天欢一回去，我们就会把她软禁起来，让她永生永世不得迈出雾山一步。
我可以饶天欢不死，但你们若想让我为他重塑仙髓，还放他返回雾山，诸位长老会不会太贪心了？那明夜神君，饶死不能重塑仙髓，也不能放你离开。长老们已经尽力了，好歹保全了你的性命。保全性命，我如今失了仙髓，又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鬼地方，还能活几年呢？就算没有雷极之心，也不过是等死罢了。林烟，你真是好狠的心呐！可笑，我父亲待他恩重如山，我爱他至此，他竟然如此待我。明烟，你既然不愿意救我，那你也别想救那渡魔的棒女了。杨赫，你再过来一些。告诉长老，先扔进荒原，再把这个消息告诉桑九。神君，腾蛇族的人回去了？是的，已经离开上清神域了。他们是如何得知我进化了吸髓印，还可以用它重塑仙髓？许是听到了什么传闻？派人盯着巫山，将那几个长老每日的行踪尽数报之于我。是。神君，你才用火阳鼎净化洗髓印，消耗了不少修为，这立马又要炼化这万年冰晶，属下实在是担心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不必多言。若我将这冰晶制成灵气，再将漠河水里留下的躯壳置入其中，千年之后，漠河便可获得新生。桑九心有慰藉，也许便可回归正道。你们听说了吗？神君赦免了天欢圣女，腾蛇一族源远流长。世代以来，像天昊这样的大英雄层出不穷，明夜神君多少会留些情面的吧？可是啊，我也觉得是。唉，只是可怜了那木河一族。我听说啊，只剩那个桑佑活着，受了重伤，又被丢到了荒原那种地方，跟死了也差不多了。阿修。桑九，纪泽神君，是你吗？是我。荒渊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本是妖体，再往前走便要万劫不复了。桑九，快离开。找不到我阿兄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桑九，不要一意孤行，荒原中尽是妖魔，你应对不来的。明夜人在何处？为何让你孤身前来？
有了这冰晶枕，接下来只要找全漠河水族的遗骸。神君，派出去的士卒回报，那几个雾山腾蛇族的长老果然行踪可疑，他们在暗中和玉清宫的几个侍从联系。神君，神君不好了，桑夫人不见了，寝殿里还死了个天兵。神君，阿兄，是我糊涂，我没有听你的话，你一定要活着。这是阿兄，阿兄，两只小棒精啊，被关了这么久，都快被饿死了，终于能饱餐一顿了。让开！这棒精在嚣张什么？今天让你们俩都离不开这里，兄弟们！战神明夜吗？同我们势不两立，怎会屈尊来这荒原之中？堂堂战神，难不成是为情所困，为了那个小棒精自投罗网？可惜你来得太晚了，他已被我们吞吃的血肉模糊了，一起杀！
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只能受到欺辱，而天欢做错了这么多，还能得到宽恕？你们什么都没有做，却要遭受苦难。桑九，醒来吧，别再堕落下去了。堕落？你们这种高贵纯洁的神君仙子做了坏事，那才叫堕落，不是吗？桑九，跟我回去吧。过去种种，诸般过错，我都会想办法弥补。回去？我能回哪儿去？你告诉我，我能回哪儿去？眼下他情绪激荡，怕是我和他说什么他都听不下去。需先稳住他的心神，不能让他继续堕落。桑九。那些屠戮漠河的天兵，可都是你的部下，如何处置？杀了我？他们被天欢利用蒙蔽，是我管束不周，定会严加惩戒。好，那你可曾宽恕天欢，饶他一条性命？请神君饶恕天欢性命，我族愿献出边境斩，助桑夫人族人重生。是，可是天欢没了仙髓，即便是我不杀他，他也活不了几年了。明夜，你好慷慨，你饶了他们死罪，谁来偿还我父王、我族人的性命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我要他们都死。他们向漠河的腐儒老幽挥下屠刀时，心中没有半分善、半分同情。我要他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麻木不仁付出代价。桑九，我可以理解你心中的痛苦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堕魔，你这是在拿自己去殉葬，这不值得。你是我什么人？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值不值得、应不应该？给我滚开！让开！先想办法带他们离开。桑九，明夜，好久不见。季泽，季泽，你怎么会在荒渊？我以为你……不错，我本体疑云，只是元神尚在。我已决意神躯镇守荒渊，永求于此。我虽在阵眼中无法动弹，但可以试着送你们离开。荒渊凶险万分，一定不要再来了。
季泽，季泽，等等！圣女恕罪，我等来迟。明夜神君不在，要解开这结界，果然容易了许多。既然他非要闯荒渊英雄救美，那以后这玉清宫就归还我们腾蛇一族吧。为何带我来这儿？我以为你会把我带回上清神域关起来，毕竟我杀了人。我答应过你，会陪你一同面对，便不会骗你。不管你是仙，是妖，还是魔，你永远都是那个桑九。我阿兄何在？我尽力了，可是他伤得太重，暂时无法复原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只要用这冰晶盏精心涵养，你的族人就会有新生之机。只要将漠河水族的遗骸置于盏中，千年之后，你的族人就有机会回来。这盏中的神灵是你。桑九，你初入魔，并非无药可医。我已经设法炼化了吸髓印，我会试着用它帮你重塑仙髓。我问过药王了，他说只要你可以保持道心，假以时日，一定可以脱离魔道，重归仙途。桑九，我真的很喜欢和你在这里一起生活的日子。后余生，我也只想过这样的生活，不管付出任何代价。你可以。这万年冰晶，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腾蛇族。桑九，你听我说，
他们说，只要我留天欢一条性命，就将这冰晶斩给我。我答应了。我知道，你心中悲恨难平，可是只有拿到冰晶斩，你的族人才有重获新生的机会。比起天欢的命，你一定更在乎你族人的性命，对吗？明夜，你公正无私，以身作则，是个再好不过的神明。不过你终究不明白，这根本不是一场交易。这世上并非一切都是可以公平度量、等价交换的。明夜，你还记得我父王曾经给我讲过的那个故事吗？那个割下自己身上的肉去救白鸽的国王，最初让他做出选择的也不过是那一点怜悯之心罢了。那只鸽子如此洁白可爱，谁能不心生怜悯呢？就像我自然而然地对你动了心，喜欢上了你，即使知道我要为此付出代价，我依然愿意为此拿起刀子。那时我以为这份孤勇足以让我承担代价，可我没想到这代价会这么大，这么大。国王为了他的一点初心，割尽了全身的血肉，而我为了你，害死了整个漠河。我是多么的可笑，多么的可恨。我只是个棒精，远没有国王那份虔诚。他不悔而飞升，而我不行。我后悔得恨不得杀了我自己。自从天欢屠尽我漠河的那一天起，我心中就只剩下赎罪和复仇，再也没有你了。不，救我阿兄的办法我自己会去找，战神明夜的这份情我承受不起。仇人，我也会自己去杀。天欢，
腾蛇一族满门英豪，你怎能做出这种内外勾结、鸠占鹊巢的事情？是啊，你也说我腾蛇一族满门英豪，我身为天昊之女，如何不能做这神域之主呢？笑话！你蒙父被阴蔽，自己却未见尺寸之功，如何做神域之主？我们孙明夜神君奋战诛魔时，你在何处？我们绝不会向你低头。哼，神君归来，看你们腾蛇一族该当何罪？明夜，他甘愿自轻自贱，去那满是妖魔的荒渊救一个小妖，他有什么资格问我的罪？何况，他能不能从那鬼地方出来还两说呢。不必废话了。既然你们不愿奉我为主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投入火阳鼎里烧了。你，烧得多了，总有一条合我用的仙髓。用炉子炼化仙髓，倒是个好主意。不知杀了你们整个腾蛇族，能不能炼出点有用的东西？桑九，你竟然还活着！他是魔，抓住他，杀了他！原来圣女也会怕死，那和我们这些小精怪也没什么差别，谁又比谁高贵呢？桑九，你不会以为你杀了我，你的族人就能回来，你就可以和明夜在一起了吧？做梦！死到临头还在嘴硬。没错，你比我幸运得多。你和你整个腾蛇族马上就要团聚了。想了想，我也没什么好跟你说的。再见了，天欢。我桑九今日在此立誓，明告天下，我将追杀腾蛇族人，直到世间再无此族。
是花三千，大雪零落的眼。侧一指碎陨石，怀抱一只蝴蝶，舞得是浊水里，把回忆洗一遍，从此不相见。我见过软语开过的花，也算到说梦话，心思盘几圈，一岁无就是